变装备。然后那时候玩巧克服，那时候 我就是，哎、欸，有印象的话，我之前有开台玩过巧克服。然后那时候是身边有四个自助生怪砖，然后因为里面规定说没有用的生怪砖要封印起来，我想说哇，那四个的话都有用怎么办啊？要选择哪一个？就又很头痛。嗨，向前，但要克制强化，扩充零件槽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哦，零件装备。灭尽藤肉干要怎么做？去买。去买，好啊。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啦，因为那是那啊，应该有卖啦。那时候活动有。不是，我已经在地图里，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要干嘛？你就出来啊！我残爪龙快死了。你快死还是残爪龙快死？你知道你中撕裂，你只要蹲下就好吗？你不要按任何 WSD， 你按一下空白键就会蹲下。Hello， 我按了。嘿、hey, ，你有蹲下吗？有。嘿、hey ，我、好了耶。我以为一定要吃东西耶。没有，就是你只要有攻击又怎样，你就会受伤啊。那所以那个对双刀来说就是会死人的东西啊。对。我刚差点死掉。城镇韦安安，大林去狩猎。浪费我一张票券。我也花了一张票哎、欸。哭啊！你不断线。等一下，我要重压票。我刚好没按到票。参加发现新大陆的秀秀，他还有很多大陆没发现哦。对，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发现。像什么残爪龙肚子饿，你可以把一块生肉放地上，他会跑来吃。现在不行了吧？对啊。那我要怎么知道他肚子饿？现在看不出来啊。现在他饿的时候，他会自己去叼的。哎、欸，你看看，憎恨鸟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是憎恨鸟哎、欸！啊，桃源香嘞。我刚看是憎恨鸟，它是黑色的。看。哎、欸，是哎、欸。我现在没看到他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每个人不一样哎、欸。屌。我现在是看不到他的啦。好，好。哎、欸，你是戴采集装？对啊，怎么了？看到米老鼠没？米奇在哪里？绝对难得到你。我先。哦，哎呦，你有看到吗？抓到！吓死我了！我想啊，死去了，然后就打到了，好棒哎、欸！妈，要死啦，妈！好爽哦！这什么伤害啊？干你啊！对不起，我不该骂脏话，我张嘴，我拍手，我不该骂脏话。
骂得好，拍手。我为我骂脏话感到拍手。高兴。然后拿一阵子大剑了，哎，因为其实我从世界都不再用铁三靠。哎呦，他被猫震下来。对啊，我看到。这样也有1900，哇！很爽哎，而且没有软化就有很高的伤害。你就知道为什么要玩那一把了，不要玩什么灭尽龙大剑那种不会掉掌位的乐色。哇，好爽哦，不行了。好了啦，不要玩灭尽了啦，玩这把就对了。我不行啦。那这把有拔刀的吗？就拔刀都一样吧。拔刀的话，你还是要配一下拔刀珠啦，可是我不喜欢。拔刀跟素娜对不对？对啊，可是那个配出来的伤害没有现在这么好看。就只是当下很爽而已。嗯。我还是大锤挡的，只是这伤害好爽哦。他不会动了，你抱歉。没关系。对，我还要练那个哎，我去拿石头。是第二次蓄的时候喷出去就可以转方向吗？就直接劈下去那，那劈下去完就直接喷，喷完再蓄力就好了。嗯，这个不用练，那个很简单，那个最简单。真的假的？只是简简单单睡着了。进来了，转向了，缓力进来了。来，你第一帮你玩，然后直接喷，直接喷。没有啊，我喷了哎、欸。按射击啊，你要按射击，按发射。哎、欸，不要不要，那个就劈下去的时候按发射就对了。嗯，等一下哦，重来。第一下吗？就是劈下去完就直接发射啊。好。哎、欸，就第一下。白痴哦，我刚撞过墙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有，啊，那个发射是可以360度转向的，你后射就是整个人往后转。哦，就是射那个位置是你要打的位置，对对对对对，第三下要打的位置。对对 对, 对。哎、欸，哇！哇！才他剑切了。哎、欸，我那下劈到他的头，他就他可能就直接躺在那边。对啊。我是铁三靠好，真的要练。跟太刀不一样呢，我应该有配步区吧？没有。也太爽了吧！还不射你？你是太刀加大锤，我想想，目前就是笛子，我比较会就是也是太刀大锤啊，还有什么？太刀大锤片手，以前的弓，曾经的弓。现在弓我还没有做，不太会玩，回去拿水。不适合打金狮子，什么不适合打金狮子？你说这一把吗？还是？你是说拔刀吗？拔刀打金狮子很好用呢。拔刀才适合打、啊，这把不适合打。对啊，速度快的用拔刀才好啊。你那把就是渴求一下就好了。
现在这一把吗？对啊，你能打到一下就已经赢了。续三针，然后打到一下还蛮难，除非你时机掌握的非常好。哇，对呢，会裂伤，糟糕！啊，我也没带，没事。自己蹲，自己蹲。好久没裂伤了。捡苏涛，再试一次，哇、啊，不行！黄少平，流口水不能撞哎、欸。我以为第一次只是我失误，嗯，我现在真的很失望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哇，欸、好险好险好险！我被卡在里面。你出来吗？我出来了，我爬上来了。这把打金狮子一定不难打，一定很难打啊！哎、欸，弯到我的那个了，哈哈，灵敏度，等一下哦，跑掉了，可撞。可恶！
一百黑熊干嘛？天将上线嘞，终于有队友了。嗯。哎呦。好爽！不是，他尾巴劈下来的瞬间，就是尾巴从我鼻头里面滑下去，掠过，好爽哦！再来是雷狼。那让我就不能拿这一把了。那让我换。要拿什么？拿别的武器啊，总不可能拿雷叔打他。在练刀欸，天啊！可以的。叫！尊重哦，尊重哦！哈哈！啊，吹完了，吹完了，你来单挑。孔明之术。孔明二号，哎、欸，孔明原来是打自己的，孔明好像不太孔哦、还有三号在啊。孔明三号，啊、孔明三号就中一把、啊，哎呦呦呦呦，回来了，三点二号，三点五号，三点五磁力号。啊，又算错时间啊，气死！对了，来路哦。林恒宇安。转圈，哦，很包容。哎，没错。睡醒了。对。早安。没有，我想说，花的东西有睡。
欸，每次要挡都差一咪咪耶。没有啊，团票局。啊！哇，200。哦，哎，听说我会晕了欸，不是你不是要吹笛子给我吗？什么是加油？我现在没空吹笛啊，他在拍我啊，当然是叫你请加油啊。没看到他在拍我吗？你可以跟我一样穿不动力在吹笛，我会死啊，白龙。啊，他干我。猫的狗狗吸引，我又晕啦！你拉打一下啦，我在吹笛。好啦好啦，再打了再打了。你有感受到我的努力了吗？屁嘞！我飞那么高欸，吓死我！
好像感觉打精英火龙盾比较好哦。对啊，那两只就结束了，就要打五头了。对啊。我看他的动作是被躺地死掉哎、欸！我在他背上还有两头哎、欸，是九的，打二十五分钟了，呜呜呜呜呜，对啊，二十五分钟了。嗯，睡龙哎，蛋糕。这龙，这龙怎么小小只的、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小，没有迷你啊，连银都没有。嗯。看起来是小只小只的。哇，我们从早上打到晚上了。哎、欸，让我滑了一下。哎、欸，好啦。软啦、啊？没有没有，我重置他那个啊。哦。流口水，顺便再打一次啊，他这个也有伤害。哎、欸，哦，我们发现伤害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这不像平时的你呢 ，HTT。撒回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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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打龙打得好饿。他看着龙就饿了。你是看到猫饭吧？对。干，怎么有点了解你啊？孔明之力。不是猫饭，他看起来真的就很好。卡通啊，听到机子。对啦，厉害的猫！卡布诺金诺奇兹，我的猫好可爱啊！哪有布布可爱？可是我现在没有捡那些，我有办法打你那时候说那个。那个，你讲什么？我讲很多欸。那个，不动音啊。你的猫的造型。不行啊。你首先你的那个等级要到 ，M R 等三吗？啊 M R 等级要到，那是 M R 的任务。好吧。你先打那个啊 M R， 那几等才行？我等下出去帮你看，帮你去看一下那个自由任务，不活动任务。嘿，猎人们永远的梦想二。好，我等一下打完这个出去。嗯，我是突然想到，好像要礼拜五的。到礼拜五啦。啊，明天就没了。对啊，你要赶快哦、喔。所以我们的四套龙要打一打。我四套龙貌似打完、欸，我这套哦，有，小哥挂了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打很快，只是我们都在谈输出呢，只是没有抓而已。也看不出来能不能抓，只是就是你。我也没看到骷髅欸。下一只斩龙，宵夜鸡蛋糕，对啊。宵夜鸡蛋糕。可是鸡蛋糕有点难吃，有点硬。叫他小鸡蛋糕要配牛奶、嗯，我觉得很好吃。你多沾一沾牛奶哦、喔。对。啊，真当人嘞！啊，不是他上线。啊？江江。我看他自己创另外一个机会区。哦，我正在呛他。大回你啊！你们那边不是满了？满沙小跟繁星打了四个小时，就只有两个人。啊，杰云，你不是睡觉，你怎么醒了？阿斯不会进来吗？我在犹豫要不要先去洗澡。不用啊，不要洗了啦，反正你都没有在洗的。对啊。真是，只有周末才不洗好吗？对啦，你明天不上班就是周末了。明天停班停课。真好，我也想要。我没有这东西啊。看给不给。软呐、啊，没关系，擦一下，我来。被趴下了。你有没有打金银火龙、啊？我需要五张啊！我们打了将近五十分钟，连一张都还没打到。
哎、欸，算刚刚那一场的话是啦、啊。对啊，就是加刚刚不屈两次的那一场。我刚刚带采集一装跟他打，还不能回帐篷，只能死回去。我是死第二次才发现。也是很有理想呢。我没办法，刚刚在带人哦。啊，我的采集一装就跟装外观跟那个一样啊。你有带陷阱吗？有。好，先放吗？好。我的加速进程，我需要这个恐怖。怕江江快睡着了，我赶快。对。再不拉他进来，他就要跑去跟别人。对啊，我好久没跟江江玩了哦，好想念他哦。我们怀念他。他的卡通呢？他的卡通呢？你怎么这么激动？啊、卡撑硬了啦！睡了。来，我来了。我来啊，没关系。啊，我来了。命运决定是我。我不要浪费你的钱。没关系啊，这边就只有我可以消。干嘛啦？干嘛啦？没毛病。你们这次没有暗号了，现在看到你放了，我以为你只是要帮我并他而已。哼。对呢，暗号。啊，不是这个。啊，不是这个。可以啦，刚刚加现在总共48分钟，真的很久、啊，48分钟一张，我真的一张，对，还有一只有一张，明明打了5只，只给一张，这什么穷逼公司？不给就是不给，哇，好多钱，哇，好多经验，打金火啦，至少还有秘籍可以拿啦，走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卡撑运的就是卡撑运的啊，没有什么概念啊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没事。你的都有秘密不分享。你都笑成这样子，不分你吃鸡蛋糕，使用餐具。还好我没有很喜欢吃。你接了哈？哦，我接了，江江已经进来了。哦，好，我来了。哇、哦，这个好棒哦！这赢的现在金的现在我忘了。猫的报酬，猫的生命保险，猫的防御力大，猫的防御力小，就是你了。猫的嘞，我的大小防御力，
哎、欸，只能靠我的预感。